那天也是这样啊，跑很久才看到石头下来。三四只在旁边，又是回来，有苍蝇，有苍蝇，不然它在这飞，有，再看那个时候那边有一个，有大石头那边有一只，有看到，这里味道很重，苍蝇很多只，有，哇，这边在崩壁旁边呢，这个开挖难度非常高啊，有，位置知道了，那只还停在那不走啊，石头那边有一只，那个大石头前面看我这边，有。哎、欸、marking 一下，我先把这边，没有，你直接在石头这里好了，这个好了，这个石头，这一颗大颗的，哎呀，你写个 V 啊，这个的下面，对，蛮重的，你写个 V， 真的蛮重的，我没有在，哎呀，没有的，哎，小心，我打蓝色的 ，OK， 带错了，那只拿这个给我。所以你在这边会啊？对，你分那个之后，它都飞出来了。